在这边都要叫哥哥叫姐姐。好，我要请教陈哥哥哦，他要来教我们大家哦，怎么样做出一杯好喝的果汁。那回去你也可以教你们家里的人，好，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哥哥。哥哥好棒哦！又称哥哥，他生性内修害相，内修害相哦，对，长官呢？好，耶、yeah ！今天那个应该算叔叔啊，来教各位那个一杯那个。哈哈哈！别人叫你狗狗了啊！哦，那个就教这个那个好喝的那个早餐。没关系，我帮他配乐。好，来，早餐里面呢，哦，你觉得一杯果汁里面要有什么？要水果，要水果，对。然后呢，苹果重不重要？重要。一天一苹果，然后呢是一天一苹果，对。所以这时候就要加苹果，好，苹果把它加下去哦，苹果加下去哦。这是什么？香蕉。香蕉，等一下，我也可以把它变不见。然后就可以了。知道怎么样变不见吗？掉下去。我变给你们看啊！我不要变给你看，这个很厉害。香蕉变不见就是把它吃掉。这样子香蕉就可以变不见，有吗？你看，你没有看到对不对？你再把它吃掉。好，再来就是加一条香蕉哦。把它加下去。姐姐，你都是一边打果汁一边自己吃。我在家会这样。好，来再来。会不会挑食？不会。不会，对不对？会。我们也可以把菜菜加上去打哦。哇，欸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打下去，就说哇，怎么这么超级无敌好喝啊？对啊。对。这个是我们的青江菜。哇。我们再把青江菜加下去打，青江菜里面有什么营养？吃了会怎样？红萝卜也红萝卜营养，对，青江菜也营养哦。再来，你一定会觉得又怎样是什么味道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看哦。再来还有什么？坚果。我们还要加这个哦，哇，这个是不是牛奶？它是蛋白质，等一下加下去哦，大家喝喝看。重点是大家知道老三都会怎样？流鼻涕，老三流鼻涕，对不对？老二哪一个痒？啊，老二全身痒，老二全身痒，对不对？那全身痒就是因为它的油也不够。有些人都不敢吃油，鱼油也不敢吃，橄榄油不敢吃，什么都不敢吃。好，哦，那我们就要加一点点的油下去哦，哈。好，再来呢？可是不要加猪油哦。对，不要加猪油。好，那我们加一点点的那个玫瑰叶，提那个味道。哇，哇，是把食物的味道提出来。好，再来之后就加好水，有矿物质的好水哦。叔叔水加下去了吗？好，之后会怎样？不知道对不对？之后就会擦叔叔忘记擦脸，虽然没有办法，
天哪，怎么那么好喝？超级厉害，喝你们一定不相信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喝喝看，厉害，快说，我不信，我一定要喝喝看。好，那我叫叔叔倒一杯给你们喝喝看，哈。好。然后呢，准备一下，帮我拿。然后呢，这个鸡蛋是煮鸡蛋，然后让你们可以补充蛋白质，因为现在三点多肚子一个人，现在不吃，等一下可以带回家，好。那等一下我们一个人就分一颗，我们请我们后面熟的吗？熟的熟的，哎，这个刚才是过掉的哈。那我们请我们的后面的那个我们的嘉禾哥哥，来，现在这边都叫哥哥哈，帮我们发一下。那我们请易静姐姐来帮我们把果汁哈。发给每一位小朋友。大哥，我是下午茶。你要我是下午茶。我也很想吃那个蛋。哇，这个蛋会多吗？会。每一个人喝喝看哦。好多，这很营养哦。这很营养，喝喝看，喝喝看。旁边甜甜的，我们要尝试看看。很好喝，我们家每天都喝嘞。那这个很营养哦，不客气。它就是果汁甜甜的味道，香蕉的味道，它就是香蕉的。哦，你看，你以后要头发，你会这样子吗？哇，我就是一个大狮子，还是怎样？我就惊，还是不要当流鼻水的那一个？长高哎，还是要当流鼻水的那一个？没有，有没有甜甜？好，有没有甜甜的？哈，有甜甜的哦。是滚波蛋吗？不要吃了。好，来这个后面推给后面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菊奶。